张学友经典唱卷十一亿，最终场将会现身。歌神台北小巨蛋一连六场学友经典演唱会，十九日来到最终场，粉丝表示超舍不得的。学友哥暌违五年来台开唱，仍秉持专业精神，六场每场准时七点半开唱。两年前开始健身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虽然我已经过了脱衣服的时间了，可是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身材跟大家见面。歌神整场又唱又跳，体力惊人，金嗓依旧收放自如，配上华丽四面台，给七万歌迷最难忘的经典回忆。即使最贵票价5800元，歌迷仍大呼超值得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最终场就把退休的江蕙给吸来了，还有张清芳、五月天、阿信、蔡依林、萧敬腾等明星来朝圣。学友经典世界巡回目前已排定114场，据悉学友唱中一场30万美，推估进账11亿台币。娱乐动新闻要回来，有报道。